阴阳道，阴明路，福气罪恶恩官目，七撒钱一指跨，完了尘世无牵挂。子时了，该睡觉了啊，怎么出去的就怎么回来。今儿个来了个新人，这女子生得漂亮，你们可不能欺负她，不然看老头子管不管你们饭吃。可怜了谁家的女娃呀，生得好看也得走这一遭啊。谁呀？宗师的。没位置了。可怜了，死了，连个埋尸的地方都没有。您行行好。来这儿的没有不可怜的，今儿个刚来个漂亮女娃，确实没位置了。既是如此，我带他借一样东西就走。都是死人，有什么好借的？走吧。不碍事，就借一物，好让小女全了念想，安心上路。是那个男人，就是为了这个女娃，把我女儿的脸皮给扒了。这男人就是喜欢漂亮的脸。反正都死了，不如把他的脸给我的女儿吧。师父真漂亮。
也想要混战。早听十里八村的人说，桥头一庄有个鹤发童颜的侏儒，安世人因其养的滋润，皮囊不易腐烂。这里人太多，我们去房间吧。去什么房间呀？老子等不及了。不要，不要。都跟你说了不要。被你搅和了，全杀了吧。说什么？妖，是恶妖！扬州城大火将至了，妖言惑众，拖出去当场三尸！扬州城大火将至！我家公子将珍藏画作变卖，有心者可预览估价，也可现场作画。好，细腻流畅，栩栩如生。这画出自王怀清之手，怎会当街贩卖？或是赝品、踏模，有骗的。对对，你胡说，真假不分。我们家公子本人就在此，你都不认得，是不是瞎？他就是王怀清。要不是我们家夫人病重需要钱医治，小官。尸身查验和青楼屠门一案相同，该不是寻常手段。嘴上留有唇红，身体留有异香，该是死前和女人亲热。应了大人的推断，凶手是女人，且极为魅惑。
驱散为官。走吧，别看了，都走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难道真如那术士所说？将尸体移回义庄，回去。是。是。死丫头还玩？师父到了还不迎接？昨天晚上的事，不打算跟师父说说，是弟子的疏忽，请师父责罚。嗯，这看尸人的皮囊，果然自如。出尔化人，难免的事。也难为你们取了这么多精气罢了。师父给你做了身心衣，换上看看。皮囊不错，生了张勾引男人的脸。人类的脸皮生得好看，但需要精气供养，不然你们的妖气罩不住，可就成丑八怪了。你也过来。师父，我等着你们的脸皮寻得纯阳精气，要好好保，不要被捉妖人盯上。妖者狐媚，多作女形，形媚惑举，做淫乐事，男子沾染，精元有亏，受气荼毒。妖者狐媚。老刘去城东农户家看看，小王带兄弟们巡夜，我尚书大人封城，但凡不正经的女人皆抓。是。衙门消息，入府为令，全城男子入更禁足，不得出行。先生，公子又来了。尊夫人的病，唉，打样了，玩玩吧。真香。我姐姐可是很凶啊。姐姐叫什么？一起玩呀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但他就不好说了。他不会死吧？不会的，公子。
你放心，你先走吧。我走岂不连累了姑娘？报官吧。官府来了岂不是更说不清了？公子你快走吧。啊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小柔，你在和谁讲话？走吧。公子，你在找谁？刚才我这刚才是舍妹啊。公子不必理会。好你个王怀清，喝酒也不叫我。怎么还喝倒了一个？老板娘，这家店那个死胖子还欠我银两，不知道死了没有。程幽灵有高人。你是什么怪物？还跑？不能的呀，跟我做壮士吧。屁股不疼了？醒了？昨晚那个女人，我怀疑她是妖。什么女人？昨晚你违反宵禁去喝花酒，被我逮着了。要不要我把弟妹找来带你回去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你弟妹身体不好，不能吓她。哎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你说我喝花酒，谁看见了？我们都看见了。我那是去给阿若抓药啊。药都被老板娘拿走了。不可能啊。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，我。我也觉得他们在胡说。来。你这样。又当时帮我个忙，按他们说的画个人像。我送你回去。如何？右边眉毛低一点，他嘴唇上面有个痣，长得还挺好看。少说点修饰词，说重点。人家鼻子正好。哎，嘴唇可以了。你说什么？真的遇到他了？快说，你没有骗我。我们是遇到一个书生。但这中间也遇到一个捉妖师从中作梗，
师姐她是怕现行给您添麻烦，所以暂时放了她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取了她随身衣物，一定会引她出来取得纯阳精气，送给师父。难得你这么机智，来，师父也给你做了身衣。不，怎么，你不要？弟子不敢。真乖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倒是师父每天在这后面描画着什么？师父也喜欢那个书生？喜欢你个头！这是那书生的仙人。啊？师父当年对他的仙人动了真情，不惜为他牺牲一切。可就当他的仙人知道师父是妖以后，却请了捉妖师来杀了。你说这个书生该不该死？那是那个仙人该死。那个书生，也许不太一样。天下男子皆薄情好色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师父含恨入骨，只有取得纯阳精气，才能恢复他的成年之身。都是你不肯帮忙，才让那个书生跑掉。但是你本事不够，勾不住他。还敢胡说！害师父送我衣服，这两笔账一起算。送你衣服不好吗？不然只送我一个，你又要赢。闭嘴！这衣服富有一香，会胜身体。这是师父在给我们的身体装下身纹。如若再找不回那个书生，我们都将会化尽虚体，变成孤魂野鬼。难怪送我衣服的时候你那么开心。我吃了你！打就打，我怕你啊！快，药！药铺先生不在，留了张字条。云药，来城南九里半。公子，城中宵禁，这字条奇怪，还是不要去了吧。照顾好夫人。什么事情比命还重要？姑娘，是你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，
原来辣子姑娘这里了，这药或许能为娘子续命，我代她多谢姑娘了。你有娘子？是啊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阿若。 那小生先告辞了。哎，对了，小生王怀清还未请教姑娘芳名，日后也好报答。我叫小荣。小荣。那日在酒楼，感谢公子出手相救。酒楼？我怀疑他是妖怪。 公子不着急走了吗？我还是再待一会儿吧。幻境，雕虫小技，也想瞒我？ 遇上纯阳之人，你精气刚正，不易盗取。只有型男女之事，官和气虚实，才有机会。我看你受伤了，帮你多个气。那日酒楼，我朋友说你，你姐姐她……那不是我姐姐。 我说过让你走，你救了我，你受伤了，对不起，连累你，为我受伤，疼不疼？该不会是傻子？ 我真是调皮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这里太危险，那女人很快就会追过来。越是危险，我就越要留下来陪你。 公子，这位是？进去再说。阿若，九官，去熬药。阿若，你怎么样？这位姑娘是？
阿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小荣姑娘。刚才好险，她捡到了我的药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是该死。对了，阿若，小荣姑娘刚刚为了救我，她受了伤，我看不如让小官收拾厢房，让小荣姑娘暂且住下。有妖精过！到底哪边？哎，不管了，就这边吧。是你，是不是非要和我抢？我就要和你抢！脸皮熬到什么时候烂？好，这里发现一具尸体。好，这里还有一具尸体。把尸体一归一装，然后回衙门报告大人。都有你啊，妖！这些人，这些人都是被妖所害的。拿出点手段，给我证明。把符咒吃了。南陈北斗满天照，燃起一张图开门，乾坤照妖镜。公子，你印堂发黑呀、啊！你才印堂发黑呢，小官。公子，你眉宇之间似乎有……快走，快走！你让我往后说完，你干嘛呀你？那拿钱杆走人。看不起谁呢？家里是不是来个生人？不对付吧。先生好眼力，真是不错。不错不错，这幅画我买了、啊。这幅画不卖的。啊，不卖不卖。公子，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尊夫人的病怎么样了？有劳过问，好多了。啊，今日有事，我先去了。要不我替你照顾夫人吧。下来走动了，我们在聊你的画呢。
得罪了。我看小荣姑娘喜欢，是我送给她的。这是我送给夫人的定情信物，怎好异于他人？是小荣姑娘鼓励我起来试试，我的病好像好多了，也许是我躺太久了。多谢小荣姑娘，走吧。小荣姑娘。多谢你为阿若熬药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给你买了金疮药。我没事。你的伤口怎么越来越厉害了？来，你要赶紧好起来。谢谢王大哥，我明天就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怪小关姑娘，这城中盛传有妖，最近又这么多人离奇死去，也难免会人心惶惶。小荣姑娘明天要走，还不快去告个别？小关姑娘别担心，我听说这妖只吸取好色男人的精元，王大哥是正人君子，你不用担心他。这个保魂丹能治夫人的病。哪里有妖？哪里有妖？你去报的官啊？这是他留给阿若续命的药，你收好了。你不是有妖吗？Thank you.
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冯京，这幅画的人是不是那个纯阳之人？你敢陷害我？你敢说王怀清为何画你们？我怎么知道？师父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他已经被你迷惑了，为何还未得手？难不成是你们郎情妾意，互生情愫？杀了你！师父，可暂留他的魂魄，只要师姐不捣乱，我保证把王怀清的金银带回来。又陷害我！我要你乖乖待着，不和我讲。我劝你一句，不要走师父的老路。阿若，怀清，阿若，小荣姑娘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，王大哥是不想让我回来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听怀清说了，多亏了你的药，我才有所好转。是啊，你走之后，阿若一直挂念，你回来就好了，以后可以帮我多陪陪她。好啊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想要王大哥教我画画。这有何难？我明天就让怀清教你。
在这里别动，我去引开他。喂，是不是很危险？你带阿若先离开，我去报官。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出来。哎，师父，弟子无能，给他跑出城了。是吗？ 只有男女混合时才会外泄，所以你找到他，也无法取他精元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你知道骗我的后果吗？小人的命一直是师父的。 将至，你最好能撑早来见我。糟了，老妖跑掉了，只管去追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葫芦在妖难这处，可暂保王府平安。 我的，不，我的很臭的，老妖婆，原来你靠吸食男人精元续命，我三十年出在身，看你怎么破我！趁你病要你命！
兄让开。怀清。二叔。他们要干什么？我怀疑他是妖。夫人，是我报的官，他要害你。胡说。他要害我，早就害了。二叔，刚才情急之下，他用法术救了我。幽冥的话虽不可全信，但是幽冥，他是我和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你说他是妖，总要让我亲眼所见。闪开！尤大人，若是没有衙门公文滥杀无辜，我夫妻二人会誓死抵抗。此事蹊跷，随时找我。兄弟们轮班值守，等到道士回来。是是是。夫人，他真的是妖啊！你闭嘴。怀清，我想和小荣单独聊一会儿。我也知道你喜欢怀清，你也一定不会害他的，对吗？可是我有一点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消耗自己为我治病呢？你若死去，我绝不动我。如果你死了，他也不会活下去。王大哥有危险，只有我能救他。为什么？你们已经猜到了，不是吗？我是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因为你喜欢他。如果你想要害他，他早就死了。即便我当时告诉他，他也未必会信。只怕他对你，他对你也生了情欲。怀清对我有结发之恩，我在，他定不会再娶。如果你想要害一个人，也应当是我，对吗？臭道士还不回来。小关姑娘，哎，尤大哥，待得憋屈，我陪你喝两杯。好。这是小荣给你的。王大哥，我无心给你们平添无妄之灾。这一次，我们永远不会再见了。希望你和阿如姐姐幸福。心一动，泪两行。你带我离开这里好不好？
们的家，离开这里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，哪怕是要我死。如果要死，我们就一起死。死道士，怎么才回来？追到没有？还追到我就死了。你不是说你祖上三代专业捉妖人吗？你行你上啊！妖怪抓不了，需要帮手。你有帮手吗？你呀，才不是你的帮手。你不做我帮手，谁做我帮手啊？我去看一下。这是我送给夫人的定情信物，怎好遗于他人？王兄，小龙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不对，妖不可能穿过我的符咒，妖气还在。就在此间，你们走吧，我和阿若不想被人打扰。王兄，得罪了。是只有王夫人，我怀疑他就是妖。玄烨，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你，王兄，要不把弟妹找出来，证明给他看。吴大人，看在咱俩是朋友一场的情分上，我不想让你难堪。但如果再有人在我家造次，就是告出扬州城，我也要讨一个公道。小关姑娘，你怎么说？我也觉得她不是夫人。大人，我看先干宫。黄公子，如果尊夫人不是妖，大可走出大门便自证清白。半句无虚。妖婿吸食阳气精元，如果他是妖，熬不过七日必定皮囊腐烂，魂飞魄散。尤大人如果信得过我，七日之后必见分晓。好，老子就守他七日。撑多久？阿若，你怎么样？我想是旧疾复发，不碍事。我再去给兄弟们打些酒来。
好。大哥，有件事你能帮我吗？关姑娘吩咐啊。你把那张符拿下来给我看看。那张符是道士留下来镇妖用的。所以我才好奇嘛。你就拿下来给我看看嘛。哎哎，停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平常都管我叫小六的。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大哥，你闻这个香不香？就吸了这个，尽快去王怀清的纯阳真元，你知道欺骗师傅的后果。婉玲，嗯，林小姐，六子，估计陪小关姑娘喝酒去了吧？嗯，书房还有余药，我去给你熬来。关姑娘，最近怎么没见六子？关姑娘。小关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王夫人现在是人是妖还不清楚，进去怕有危险。我要进去，要不你陪我。王夫人，王夫人。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师父是不会放过你。妖，小姑娘，你先走。阿若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来，老妖，又出来害人！好兄弟，出来！老兄，我识得此物。这是夫人的随身之物，从不离身。
山涧凉亭，古人有约。我们在聊你的画呢。杀了小关，不扒他的皮，我怎么给妹妹送金器呢？我夫人呢？小荣不就是吗？他在哪儿？我要杀了他！还真是薄情，刚跟人翻云覆雨，转眼就要杀了他，我可真替他感到不值。我真是搞不明白，既然他与你欢合，为何不娶你京云？就知道这死丫头对你动了真情，早就劝她不要走师父的老路，她就是……废话真多，你就是那负心人的后代。是你们这些臭女人把我害成今天这样，你也一样，是你害了小荣。尽管放行，天地不义，乾坤尽法仪。小荣，
成他的样子，为什么还是得不到你的爱？你是妖，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爱。再问你一次，阿如在哪儿？你把他还给我！你画过我的画像，你还说你没有喜欢过我。没有喜欢过你，从来没有。先给你报仇了！怎么了？亲，为什么我会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？那是你思念所致，产生的幻象。她叫阿若，是尊夫人。阿若，她人呢？几天前就病逝了。病逝？如果镜子里看到的是阿若，可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却是谁呢？哎，这是不对。
妖女，你也看到了，王怀清的命是你害的，妖人不两立。我现在要你忘却前世，永不危害人间，我就放了你。忘却前世，还不如一死。道长，我愿用我这颗药丹救王大哥一命。王大哥，你那么爱阿如姐姐，我怎么会伤害她呢？你教我的画画，我学会画眉了，削骨磨形，我割了好多刀，才那么努力的画成阿如姐姐的样子。是不是只有化成他，你才会爱我，对吗？